阿婆家那个这个灯呐、啊，那个厕所、那個。你跟奶奶讲，你想要什么？圆的灯呐、啊。太奇怪了嘞。还是那个有点想喝水啊。厕所神圣要跟奶奶讲，奶奶不知道。不是以前我们家那个厕所那个圆圆的那种灯呐、啊。哦，那个这样一晃一晃。对对对对，它那个灯呐、啊。哇，那好古老的灯。它那个灯呐、啊。你怎么那么怀旧啊你？好了，吃完好了。好，反正拿一本书，我们念书给你听哦。我这个很多，我这个大概报了两百二。好，再给你十秒钟。你不要录了。我就背好了。好。真的。好，真的好。他如果喝一半就差不多了。好。